我不能跟您说您打的时候一定说就特别活跃什么的，它也是动物嘛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季节天气变化肯定是有所影响的。我们这边是每一只动物都有自己专门的饲养员，他会随时观察动物的状况，我们每天的食物也都是新鲜的，我们会有体检什么的。可能说我们这么大的动物园，对动物来说都是啊，就是随便敷衍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我们也不可能说所有的游